现在换。是在宣传这部电影吗？你演的人都想不起来了，我没有办法。这集狗灰不你看狂。嗨 ，TGT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徐伟宁，我是李成斌。陈曦请去幼院的时候，陈曦的讯息回什么？什么？我回他什么讯息？再说吧。最近很忙。好像那不对。我最近没空。哎，陈曦再冷淡一点的样子。跟最近很忙很像。三个字。我很忙。这样我们算一起了吧？耶！哈哈哈！我很忙。哇，这个好低调哦！我的天哪，我看，而且这才是热身，超难的哎。陈浩明在车上回忆两个人认识的过程的时候，在图书馆里面偷看陈曦拿的是什么书？那个尼采的书名。什么曙光的？黎明，黎明，黎明之光，黎明来临之前，黎明之前，之前黎明，黎明郭富城。两个字。黎明。黎明。我就讲那么多黎明了，为什么？等你。单去法呀。黎明，黎明，我讲黎明郭富城，就不要讲郭富城。建议把陈曦骗去办公室嘛，那他为逃跑把他的哪里脸弄伤了？右边。左脸。三二一，一起掉。一二三。右边。左脸。现在受伤的人是我，这是他演的，不公平。但我们都有看戏啊。完了，不行，我要认真了。好，大家请就是小刘的戏份了。好，请问小刘从口袋掉出来的保险套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什么？粉红色。应该是红色。红色吗？我有点色弱哎，这个。粉红吧，因为他那时候现场打光啊。好吧，所以是红色哦。哦，因为那时候拍的时候我们快天亮，而且光这样一打都有一点。玻璃有点想看，就是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是第一次你们都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小刘到安养院查现场的时候，香烟挂在哪一只耳朵上？右耳。是你习惯性吗？没错，因为他是右撇子。陈曦帮妈妈买退烧药，药师跟他收了多少钱？200块。不对，100。消失的警察局的地址是镇江三路的几号？太难了吧！这场戏哪都在哦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一个数字。六。对，三号、九号、八、七、十号，一个字哎。三号，我猜过，你有没有在猜啊？二号、四号、六号，不是一个字吗？八号，啊？八号，哎，你们还没想到？太难了吧？二啊，二号，一号，对，没有，二号也不是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选一个答案，七号，对，八号，九号。你是不是在？你们都没有漏，五号，对五号，你们讲那么多漏掉这个五号，猜到了。哎，我背对他了。陈曦在最后看心理咨商师，他的沙盘中间摆了什么东西？水晶球。对。森林。对。草丛。蜘蛛。对，蜘蛛。它的中心是一个蜘蛛，很有趣啊、哦！对，我刚刚一直记到旁边那个小草丛。陈曦获得十大成功女性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要当好猎人头需要的三步是什么？”做猎人头公司要不台词，快不好的方向，好的发展，就是不什么不什么不，放心好不好？你演的人都想不起来了，我没有办法。讲完之后，然后我拍完说啊，天哪，我终于那个讲好多就结束了。不退缩，不妥协，不让步，不能再回答了。不要再问了。对。所以是不什么？丢够啊！失败不轻易放弃啊！不怕丢脸，不怕失败，不轻易放弃。哦，哎，你真的、啊、你的台词。不怕失败，我这。现在几比几？现在是6-5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十题吗？哪来6-5？你偏心吧？你帮他加分是不是？哎，你这样太明显哦。没有一起对的，我们刚刚有一个一起对的，第一题也还是。现场有人查验吗？浩明的胸前有几个疤？我觉得6至7道吧。
好啦，六还七，一人选一个。六。那我就选七咯，一。那就没了呀，五啊，那不止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啊。对，这两个就不是没有算了，是一吧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平手。嗯。那平手要怎么办？就两只牙签就给你了。好久没有使用牙签了。哦，现在换。我觉得，哎，是在宣传这部电影啊？对啊。啊，他和他和他10月28上映了呢。啊，要不要看？要看啊。啊，怎样？要揪一下不？小揪不？做会看啊。啊，你有啊，你有买会员不？啊，拜托嘞，我这正看会员呢。我正上面就正看会员，来，你讲讲嘛。像刚刚会员就是10月28号一次看九集，哇，一口气啊呢，绝对爱看的，老顶九老卡阿布九阿爸，阮这续演续演续，一定爱看，感谢，感谢，希望这部戏呢可以带领你进入我们的创造的时空，然后看到我们是如何让很多伤痛疗愈了之后放下，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看这部剧，然后把爱散布出去。维宁觉得他比较像小刘还是浩明？小明，小明，小明，好流，我觉得他私底下，我认识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其实是比较就是靠近浩明一点，对。然后但真正认识的时候，又比较像小明。看他爱哪一个，我就演哪一个。其实浩明，我觉得他蛮可怜的。以一个男生的立场来说，你这么无怨无悔的去对一个女生那么好。然后，但是他一直把你拒在西门之外，其实看蛮难受的。但是因为我觉得浩明又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，因为他又善解人意，他又知道晨曦有这些状况，然后就变成自己心里面很纠结。对啊，而且他还愿意去一直守护他这样。对啊，最后去上课那边很感人。对啊，我都想跟他在一起了。他后来算有接受。后来我们有啊，因为就是疗愈放下之后，我们两个就是对啊，我们有在一起吗？有啊。怎么了？大街上相视而笑，我们那是。哦。我们不是变回朋友吗？不是变回朋友吗？这几个回你不想逛？又没有手牵手。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开放空间啊，但我们当时的。哦。对。